瑞虎，19岁，玉兔报新春。我在中国嵩山少林寺，祝大家新春吉祥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少林弟子释延开、释延宏、释延荣、释延恭、释延礼、释延松、释延宗、释延阔、释延勇、释延子、释恒产、释延若、释延康、释延汉、释延尼。嵩山少林寺五僧团。六四吉祥，身体健康，吉祥，所愿顺遂，吉祥如意，恩利佛佛，祈祷诸佛菩萨加持，三宝慈光普照，祈愿世界和平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政通人和，百业兴隆，阿弥陀佛。